友们，谢谢你们。那一年一度淡水大拜拜哦，那此地呢是我们淡水平安师所搭设的庆战红毯，在这边呢要来恭迎我们清水祖师爷以及我们蓬莱老祖哦。那我们刚刚呢，大家有看到呢，我们清水祖师爷以及蓬莱老祖的圣驾呢，也就是呢在我们整个随行的队伍的后侧了。待会呢就会进入到我们清水我们淡水平安师的我们的庆战红毯这里哦。大家最熟悉的我们的我们的神将团的应该就是说神尊呐、啊，很多呢在神将团的众多的神将之中呢，最会认出的就是范谢将军了、啊。